阴阳日月最长生，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一出天下定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四八大愿照光明，黄山老祖庙至圣，黄山老祖庙至圣，家属灌顶见太平，家属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庙至圣，黄山老祖师尊，南无无量寿庙至圣，黄山老祖师尊。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及所有贤师同修啊，当下丙申年岁末，恭祝阿弥陀佛圣诞，及啊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第十二坛圆满大典会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总理、朱建龄，啊，中华民族，啊，持有后裔北移韩国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龄，啊，清朝徐福东渡日本，500童男童女以来，124位天皇朱建龄。及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0次大小战争，及世界812次大小战争，王室军民怨灵，及当下维新圣教，各府堂上祖先无缘住宿英灵，地基主及个人的冤亲债主，还十方法界各个莲座上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啊，今天啊，我们继续来为各位来讲解共赞黄山老祖的慈悲啊，他天威啊，黄山老祖的天威大小巨细是没有办法用嘴来讲，也没有办法用手来写。也没有办法用开会来讨论，只有自己依教奉行，实实在在依照经文《黄山老祖玄妙真经》啊，太上道祖所开示的，如何来修成黄山老祖的正果。那么，黄山老祖倒驾慈航，在21世纪的当下。黄山老祖对整个世界的和平天下太平做出的那么大的贡献呢，这是一位啊宇宙啊主宰的大神，也是世界和平的大神与推手，带着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们一起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同来转这个世界和平的法轮。所以本维新圣教是带着大家一起成就成圣成贤成佛的一个法门。所以鬼谷先师黄山老祖啊，这大慈大悲，尤其在当下性世界要和平，一定要先从经济民生问题要先解决，民生问题啊，尤其必须要天灾永续、天伦永续，否则的话，民生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好，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已经补天也补地了，你补天补地，接下来要补人心，人心隔着皮，你怎么去补呢？就是要从大我大天下一起来补，就是消灾化解。所以消灾化解之后，人心才会安。人心本来都有尊严的为什么没有尊严？那就是因为经济生活的问题所以还有天灾天瘟所造成的人心不安，偷骗抢拐都来了。所以本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尤其面对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来这么多的恩怨情仇，3762次大小战争，分化出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所以王禅老祖开示维新圣教，从2004年开始，1月1日深坛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第一坛，到现在已经接近12坛圆满的坛，由我们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所有理事共同发心，还有所有的贤士同修共同发心，以大孝之心由我们的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的执行长林俊伟圆义法师，他来负责推动这个法轮，转这个法轮，带着明阳两界的天人和列祖列宗，在2017年的1月1日下午，在林口大体育馆深坛举办第12坛的圆满祭祖大典。从2004年到现在来，我们祭祖总会所有理建士、所有法师都这么的慈悲，都有眼见，要让中华民族不要再有像过去5000年来的恩怨情仇，这个种种的战争才会造成那么多的烦恼。所以我们的维新圣教的教义就是大孝的文化，大孝的教育不是小孝，不是小我，我要一定要成就到哪里世界去。我告诉你，老祖开示，你这心本来就大无其外细无其内，你要往哪里去找你的世界呢？找你的净土必须要先从安心法门，心安了，你就能够找到自己的唯心净土、唯心世界了啦，才能够与西方极乐世界还有蓝天净土世界相辉映。这即是王禅老祖给我们的开示和圣示。只要大家依法而修，依教奉行，那我们就能够成就自性净土了，唯心净土。那么我们要成就唯心净土，首先要先从知恩感恩报恩开始，还有续缘习缘结未来生的好缘分开始。我们不要随便与人结恶缘，
不与众生结恶缘，啊，你才能够从这个基础开始，才能有所成就。我们很多众生很可怜，很容易与人结恶缘，一旦恶缘一结了，没完没了。恶缘就是里面魍魉的思维和行为啊，叫做魔变鬼。所以老祖开示我们，我们要一心啊，一心来修行。你多心修行啊，那你找不到自己的人生方向哎。所以老祖开示啊，大家学易经，做人处处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啊，修行道上可见性。所以我们这几天来一直在攻占王禅老祖的天位啊，昨天我们攻占到王禅老祖的天位。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乍人，故我稽首顶礼。你要大慈大悲不简单，什么叫大慈，什么叫大悲啊，大慈就体切众生的烦恼，众生的烦恼。大悲施惠，啊也，施惠与众生，所以这是广义的大慈大悲，不是狭义的大慈大悲。所以你取切众生的烦恼，尤其在本为心圣教王禅老教导教慈航之后，每当天下有灾难，王禅老祖就开始带领着所有唯心贤士，大家一起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恭送诸经深谈啊，恭送王禅老祖所传的唯心圣教三十经啊，依法修行，各种的供养，带着我们所有的唯心贤士，世界和平的推手啊，一起来推动这个法轮，结果一一的解除了这些烦恼。在前年和去年的伊波拉病毒，这世界人类共同的烦恼，当你发现了伊波拉病毒的时候，已经五脏六腑烂了差不多快一半了，你认你再怎么药也没有效啊。SARS 禽流感，这都是众生的烦恼耶啊，尤其臭氧层的波动也是天下苍生地球众生的烦恼。你怎么把众生的烦恼把它拿掉，这就必须要有智慧，有爱心，有慈悲心走，才能满这个愿。天坑地洞在中国大陆四川长江沿岸，因为长江的水坝起来了，整个那一些水造成地球它的轴心的失衡了变化，才有那么多的
天坑，就是有459个天坑在中国境内的长江沿岸。而若是天坑放在长江的任何一个地方，那水啊，发生了大的灾难的时候，下游将有3亿7000万的百姓人民葬身于水中。这个都是上天在启示着我们，启示中华三族儿女们要有爱，要慈悲，不要随随便便就发动战争，随随便便的大欺小，这样上天不容的时候，那长江沿岸再来一个天坑，任何个地方发生了灾难，那就不可收拾啦，所死的百姓好几亿，不是台湾的2300万，用武器来毁灭，这个都是没有智慧的领导者的不好行为和思想，应该忏悔。啊，所以这个都是众生的烦恼。那王禅老祖要启却众生的烦恼，太多太多太多的烦恼了啦。所以王禅老祖世界和平大神，他说给我们的安心真的不可思议啊，大悲啊，大慈的启却众生的烦恼啊，大悲就是施惠与众生的幸福。人生难得，从天上界各种空界、天上界投胎转世到世间上来，像佛菩萨啊，给我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圆满的家庭，平安的事业，这都是神佛上天给我们的。上天有这么大的慈悲与爱，施惠给人类能够家家幸福，家家平安，家家和谐，那么人为什么不会学上天的爱和慈悲与包容啊，而发动各种的战争，想要毁灭他人，到最后自己也被灭掉了。我们可以现在请问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总理们啊，你们有带走啊一片一粒石的江山吗？没有吧，只是带着罪恶回到自己的灵魂界，想要再来世间弥补这个罪恶呢，已经不容许，也没有机会了啦，只有在地狱里面自己受苦报。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他导教慈航是要我们从小爱进入大爱，学习天，学习大海，容纳百川，容纳众生的烦恼啊。对卦是大海，乾卦是天，离卦是光，无量光啊。你看诸佛菩萨阿弥陀佛，他就是无量光，照耀着我们所有列祖列宗明扬两界的心灵之光啊。可惜我们人只看到眼前的利，没有去顾虑，没有去想到那么宽广的
我们的本性是怎么样。正是声音啊，我们用我们的声音来说出给人家有希望啊，不要用你的声音来说出啊，你都是怎么样，我用灰弹打你灭掉你，这个不是人所讲，这是魔所讲的咧。所以我们的声音要用我们的声音给同样从天上界来地球上修行的如来文、生活文有个心安，结果不是那么一回事，用自己的声音来威胁，真的没有慈悲心呢。因因果果，果果因因，不是不报，时间未到而已啊。所以王禅老祖、诸佛菩萨开示我们，我们来到世间上，一定要从自己的心念慈悲为怀啊，训就是风，要有和悦的，同是天涯沦落人，何必用各种的手段来相互的残杀？为什么不用和悦的心，大家一起来相处呢？那你只是神佛如来的本尊在世现了。坎卦为水，柔性啊，我们为什么要用刚性来烈火烧山、烧遍世间呢？这个都是不对的啦！啊，用武器来毁灭众生，这并不代表着说你的毁灭众生，上天会加许，会给你鼓励。错了，错了，错了啦！要反省忏悔，耿山啊，圣坎耿，耿卦是山，就是我们的灵性，我们都有一颗慈悲的灵性，我们要珍惜每个人自己的灵性。当我们的烦恼恨怨太多的时候，你的灵性绝对没有办法找到良心啊。坤大地啊，所以地母诸尊给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众生们，在这里采，在这里吃，在养活我们的生命，结果不知道相互的尊重啊，所以没有大地的胸怀。当然没有这些，就是与魔鬼同样了啦。所以我们要修成正果，要有王禅老祖的修心修口的啊，慈悲爱的啊。那我们今天我们要来恭赞王禅老祖啊，他的天威，请大家合掌，我们一起恭念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稽首顶礼。各位唯心贤士，我们要修成王禅老祖的果位，依照这个天威祭文，用在生活上，用在日常生活啊，那我们绝对能够成就为王禅老祖的圣身、法身和化身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好，王禅老祖天威，大慈大悲，在各方面，王禅老祖他是士农工商，神通广大，武术精通，是八卦祖师，也是风水祖师，尤其风水祖师，他的慈悲不可思议，不可说啊！在越南，那么多的台商，将近了500家的台商，在越南，而他们在越南去那边经营，很辛苦。到中国大陆经营哎，我们中国人有一个缺点和优点，优点就是很认真去学，缺点呢就很认真的去偷你的技术，所以我们台湾台商好多到中国大陆去投资了，大陆的年轻人，包括政府的政策，派人潜入台湾的台商，各个部门都学，认真的学，认真的盗取技术，然后就想尽办法给你公司倒了，给你赶快跑回来台湾，或者到其他去。事业他们就哪里去开了一个新的跟你拼，这种造成台商在大陆的受伤，伤害到了民族兄弟情，还在那边口口声声我们都是中华三族儿女，本是兄弟一家亲，结果有没有？没有，说的与做的是两回事，这是人类来世间上本来都是如来的菩萨，很慈悲，但是投胎转世在不同区域，从小的教育长大了之后，各种各种的糊里糊涂伤害感情的事情多得不得了啊！所以我们台商最近几年来就一直往东南亚去迁厂，所以在整个的迁厂的过程非常的辛苦哎。我们台湾台商开始在大陆养活那么多的大陆同胞，让他们有生存有生活的依归，结果恩将仇报，到最后来弄成不欢而散，这个就是感情从此就破灭了啊！这个是当政者应该要重新反省忏悔，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台商，你要哪里投资，你一定要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齐心呐。在过去20多年来，好多要到大陆投资的，用易占起来，算起来没有缘，不适合到大陆去发展。但是我们的台商们本着一颗虔诚的心，希望借着他们的智慧、能力、福德，来养活大陆基层的员工。但是大陆的同胞们认为说，台商在那边赚钱，是他帮我们台商赚钱，搞错了啦！这个狭隘的思想，造成我们的贪嗔痴三毒全部都到了，集于一身，很可怜啊，很可怜。所以我们台商朋友们，
我鼓励你一定要学易经啊，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虚心，大家学易经，做出工作可顺心嘛。所以啊，跟老祖有缘的，你要投资要到哪一个国家去，你就要用义利人天嘛。占卦第一有没有财，有财的话表示会赚钱，卦中无财的话就不要去做，不要冒险。第二，应爻来克四爻，你去了绝对会很惨，会被欺负啊。第三呢，兄弟爻耗财动，中间会经过很多的剥削啊。再第四呢，官鬼爻动，你到那里一定会受政府的官员借各种的理由来恐吓、剥削、贪官。难怪中国大陆前一段时间啊，学生去参观的时候啊，欢迎欢迎参观，欢迎欢迎参观，欢迎参观就变成欢迎参观，热烈欢迎，眼睛流泪出来，欢迎参观，这个实在的问题嘛。那我们人为什么没有那个尊严，受人尊重呢？看到钱什么都要拿，谁要骗要拐，很不好啦，很不好啊，就是没有开悟啊，那就是不慈悲啊。啊，那变成相反了，取谢众生的幸福，然后施予众生的烦恼，这个就颠倒了嘛。现在大陆社会现象就是这个现象，应该重新反省。我们的今天祈愿的，我们的列祖列宗15615姓氏，列祖列宗们能够勉强两力反省忏悔，要有觉性和觉醒。所以我们尊天华子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就是要我们防患于未然，不要造可业造恶业。你恶业一造啊，生生世世一定会来报，这是逃不了的因果律啊。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就教我们要学易经。所以你们当中若是有信徒啊，厂商朋友会到大陆投资，你挂沾起来官鬼爻动来克的话，你绝对不要去，去了惨败荣归，不是光荣荣归，不是胜利荣归，而是惨败荣归。若是父母爻动来克的，表示你在那边会被用各种的文书把你卡住了，回也回不来，财产被充公，这个都是会发生的事情。与其这样，我们防患于未然嘛，与其无所生啊。那你要有法，你没有法，你没有办法去防患于未然，只有用意，王禅老祖的用意。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在台湾世界各国，我们要努力啊，来弘扬啊，这个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与风水学。所以我们在越南台商4500家啊，来读《易经》的很多，来学《易经》的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有原生法师全权负责到那边转法轮，还有几位我们的法师也都到越南各自一年转法轮啊，这即是功德啊，这才即是大慈大悲啊。总而言之啊，我们微信贤士同学们，我们大家都有天命来世间，
你有天命，就必须有天职。所以天命啊，天命每个人都有，天职我们要学到，所以已经这是天职啊，替天行道。你就是神的化身，所以我们神有很多的神都是替天行道。我们的圣座上这么多的 圣神活菩萨，包括当下上天颁授给我们的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还有蚩尤帝祖天尊，都是替天行道耶，五千年当下才成就为天尊。所以王禅老祖的慈悲带领我们名扬两界列祖列宗门，我们在世间大家本着天命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天命，然后努力依教奉行依法修行，就遵照王禅老祖所传的易经风水学和宗教融为一炉的唯心道藏，15615件，件件都是天机密，都是给我们所有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门上天梯。好的，上天梯就是这样，就像上天梯。15615件的唯心圣教，唯心道藏，能够回归到蓝天净土，然后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带着我们大家同修们，大家学习诸佛菩萨的慈悲大慈大悲啊。在民生的方面，公司企业的能够平平安安，一定要学易经。所以我们越来台商那么多，每一个都成功了。在碰到前年甲午年的时候，5月13日，越南受到天魔劫煞，差一点产生暴动，结果我们所有的台商每天都依教奉行，遵照圆顺法师开始要他们送天德经，天德经送了，送越多的那一次劫难越少。有的懒得送的就说，哎，我没有诵经的那么好，你们有没有比我好？结果两家工厂被火都烧掉了，被了天魔劫煞烧掉了，而且人命也被杀了，后来才忏悔。这个都是王禅老祖给我们及早就有开示我们了，平时自己要多诵经，到时候我们才能够度一切苦厄，
所以我们每年都有举办定期的法会，在各分寺道场都有定期法会，家家户户都有每天都做法会，以法会友，以法会主灵，以法会冤亲债主，就是要诵经，诵经再诵经啊。所以今天我们信奉阿弥陀佛圣诞，王禅老祖导教慈航，要转这个世界和平的法轮，必须要有智慧。所以我们所有的维新圣教法师讲师们，还有贤士们，都是大慈大悲，而共同为取切众生的烦恼而修一切法，诵一切经文，然后施幸福给众生，这即是大慈大悲的同修们啦。所以我们每年有两次法会，第一次3月26是王禅老祖圣诞，丁酉年是王禅老祖圣诞水陆法会的时间，希望各位同修你们事先了解，丁酉年公祝王禅老祖圣诞的水陆法会，在国历4月15开始到4月22截止，也就是农历3月19日到26日，总共有7永日的水陆法会。而水陆法会的真实意，有水中的众生受我们抓来吃，那我们要解冤释结；路上的孤魂幽灵，我们要用法，用各位同修们你们诵经诵越多，你家里的平安是越平安，你的冤仇化解得更完美。所以老祖给我们家家是道场，户户是道场，人的每个人的心呢，有一尊佛，就是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本尊。我们有一位大神指导灵，王禅老祖、观世音菩萨、诸佛菩萨，都是我们的指导灵。只要大家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有如今天我们来护坛的，有苗栗教士啊，同修，哈嘎锦的同修啊，还有严立法师啊，鼓励大家认真诵经跟学员认真打拼，法师也很忙要有很多事务但是呢也诵经跟学生学员大家一起来打拼结果不输人后的所有同学们，大家都做到诵经千部以上，有的3000、5000、6000、7000，还有10000部的，这个功德都是自己得哎。所以本维新圣教和一般社会的宗教不同的地方太多太多不同的地方有天地之别。所以我们鼓励各位，无论你是什么教，你要诵你本教主神的经，你就是你本教主神的圣身、化身和法身，三身集于一身的，也是当下性的神、佛、上帝、阿拉的三身集于一身了啦。安听有无？所以我们教各位易经，
让你们平时在有犹豫难决的时候，要决定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用意，否则你踩错了，接下去你要诵经也诵不来了啦。然后再拼命诵经，没有用啦。你先防患未然，先知未卜先知，那一下子几分钟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学，不来用意呢？等到失败了，业力现前了，你再来哇，我认真来诵经嘿，诵经诵经，求老祖。我告诉你，那时候已经太慢了。哈哈，有利可寻啊。所以老祖出生开示我们，平时多修行，平时多诵经，平时多学易经。那你要用的是了了分明。所以我们要感恩老祖，所以我们现在要来恭赞王禅老祖，请各位合掌跟着我念。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稽首顶礼。各位唯心贤士，各位法师讲师，人生难得，妙法难闻，尤其我们要有这个平台，更是难得。这是我们祖先共同的希望，这是我们个性是主斗流芳，当下性最光辉，划时代的历史性的殊荣啊。所以各位同修，我鼓励大家学到王禅老祖的大慈大悲大德大仁，你只是王禅老祖的圣身法身和化身，而成就为王禅老祖啊。祝福各位。